今晚你们愿意敞开你们心来遇见这位神吗？虽然我们有时候听到我们的神是怎样怎样的神，但是你渴慕用你的真心来遇见你这位神，来真正实实来遇见你这认识这位神吗？是主，你是灵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能够真真实实的用一颗真心来遇见你。我们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就是要一颗专注在你面前的心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来敬拜，要来经历这位良善的神。透过这首诗歌，成为我们这里每一个爱神的孩子的祷告。垂听你们的祷告，你们可以毫无保留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已在我们当中，他已经听见你的祷告。只要你愿意打开你那个封闭已久的心，他愿意来触摸你，他愿意来爱你。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愿意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是主耶稣，相信我们的神。耶稣，我心相信你，耶稣，我心属于你，我这全都为了你，歌唱也为了你，全然为你。神说，是主耶稣，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，献上一切给你主，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，我属于你到永远。全心全意来相信神。耶稣，
我心相信你。你全心来相信我们的神。耶稣，我心属于我们是他的孩子。与你，我这全都为了你，歌唱也为了你。耶稣，我心想打开我们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。耶稣，我心属于你，我这全都为了你，歌唱也为了你。耶稣，我心想属于你，活着全都为了你，歌唱也为了你，全然为你。你继续更多渴慕，只要你愿意来祷告，向神来呼求，只要你愿意，就是这么简单来呼求神，你把你所需要。所一切你所不能承受的你都告诉神，因为神在垂听，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来听我们这里每个爱他的孩子的祷告。不管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但是耶稣看你是宝贵的，你是他无价之宝，你是他捧在手心上的公主跟王子。我们就是要单单来这样来敬拜他，就是一个这样单纯这样渴慕的心来敬拜我们这位良善的天父。我们继续来唱，主我敬拜，继续来
也为